10月3号早上7点，没有放假在横店开工的张亮晒出了一段晨练视频。视频中，亮哥头戴鸭舌帽，身穿灰色卫衣、运动长裤、白色长袜、帆布鞋，在片场做运动，有一种要把片场变成健身房的感觉。不过这个哼哼哈嘿的模样怎么有点奇怪呢？隔着屏幕牢牢都忍不住想笑出声。亮哥这是没睡醒还在梦游吧？网友们上线评论说，傻瓜是太极，早安老大爷，公园老大爷那里偷学的吧。亮哥你还差一个一边走着一边拍手，你就凑齐夕阳红老年健身套餐了。网络新闻，天天快来教教你爸爸正确的健身方法。报道。